扮迷惨过宋礼勤，学飞好头痕。唔好问排咩，睇呢位阿生件衫就知啦。冇错，系曼联7月29号嚟香港斗杰志嘅波飞，今朝10点钟就开卖啦。佢就应该唔使左扑右扑嘅。不过佢咯，寻日朝10点就嚟到尖嘴通理。曼联好耐冇嚟，同埋佢今年嘅表现几好，所以同埋我哋都始终都系打黑 fans 咯。梗系啦，对上一次嚟系2005年嘅事咯噃。佢话会卖6张最贵990蚊嘅飞啊。我相信会有咯，但始终而家好多自由行咧，可能会炒都会更高更高。系啊，我预计就可能 triple 咯，3000蚊都应该有人要嘅。查实咧，成个大球场有40000个位，不过得18张飞系公开发售。咁啲飞飞晒去边呢？等我话过俾大家知啦。杰志同旅游事务处申请800万盛事基金，应承留8000张飞俾海外旅客。曼联内部自己 keep 起超过4000张，俾各地球迷会同球队赞助。今次赛事嘅冠名赞助商留超过3000张，仲有1500张系根据康文署合约留咗俾50个二楼商房嘅长期盒仔。足总内部认购同名誉券就有5400张。主办嘅杰志话，今次内部认购数目已经系近年最少嘅一次。仲话如果留俾旅发局嗰8000张飞卖唔晒，要拎翻出嚟卖。睇开波嘅长毛就话啦，政府出钱资助比赛，最尾只系变咗少数人嘅盛事，唔可以接受。唉，唔好话市民难托飞啊！杰志球员每人都系内部认购2张咋。克里曼迷想入场捧外队，同送礼物俾曼联一样，都系咁难啊！